加呀！小甲非常紧的大火，已经往国道六号爱兰交流道烧过。接到报案的玻璃消防队，赶到现场马上扬起水线灭火。只是天气伤过大暑，火烧的速度是非常紧。为着避免危害到国道六号通行安全，另外一台消防车赶紧开上交流道进行灭火。就是从那边，然后往那个坡有对边坡那边烧这样子。它会烧那么快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最近缺水，所以那个草都是干燥的，然后它这边又没有什么那个都是草而已，所以它烟很大，然后烧燃烧速度也非常的快。可能是国道六号那边的，就是经过的车辆报案啊，因为那个浓烟太大，然后影响到那个视线啊，那怕发生危险，所以民众报案这样子。大火烧了紧，窜出的浓烟一直向天顶冲起来，也不断往一边的交流道飘过。接近交流道入口路段，是那亲像大蒙雾同款，完全看袂清楚头前的路况。无经过这个路段车辆驾驶人，是驶车驶到皮皮喘。拢看无，我唔敢顶工。拢看无，嘿，啊，看你那慢慢出来，有出到无？有诶，系啊，我想踩电脑车，系啊，哦，这大诶，恐怖，系啊，拢看无，拢看无吼。消防队动员两台水箱车，都为警消全力灭火。经过三十分钟抢救，总算是顺利将大火拍花。不过，这场意外大火嘛，已经让真侪驾驶人惊出规身躯汗。只是放火烧野草却造成火灾，危害到国道交通安全的农民，却完全看无人影，嘛让真侪早就对玻璃空气污染相当烦恼的民众感觉不满。民众表示，放火烧田园的坏习惯，主管机关若果无重视，早晚会惹出更加大的灾害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